球證睇一個標之後就吹雞完場啦。嗱，無論體力啦嚇、腳法啦，還是係戰術方面啦，各方面都輸俾對手嘅。喺呢一場波完全唔夠對手踢，結果咧被徹底咁打敗咗。喂 ，Keyman， 你對今日場波有咩睇法啊？好奇怪啦，呢場波其實佢哋應該都知道自己中間嘅防守能力係幾弱㗎嚇，結果咧真係中門大開，就係咁輸咗場波啦。又係時候講拜拜。真係好多謝 Keyman 咁專業嘅講解啊！哇，咁快就完㗎啦咩？